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，请大家一起练开经偈，易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生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维新天下事。好，谈心谈道切莫离心，心在哪里？心就是在你我之间的空间，叫做心。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。我们既然来到地球上来了，无论你是有形的人，都在心中，或是无形的人，也在心中。因为心的总称，大宇宙虚空都统称为心。那是大的，叫做天心，然后缩小到你我之间，也叫做心。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叫做心，所以也叫做无上的智慧，你才能了解到心的深处里面蕴藏的多少的禅机。所以王禅老祖要么要修心修口和养灵，为什么修心和修口连带关系呢？这是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们首先要先从有形的物与物之间的空间，也都是心，物物之间叫物之心。在十几年来，我们维新圣教教义在中国大陆啊，结了不少的善缘。那大陆一些我们的同胞就很纳闷的说，我们中国大陆是唯物论，你的唯心论竟然进到大陆来谈唯心了。我们是唯物，你唯心。我笑一笑了，物必有心，心包容物啊，物中有心，有宽广的心，狭隘的心。若是一直执着在物唯物的时候，你们就没有心了，这是非常可怜的众生哎。当他们听到我说他们是可怜的众生的时候，脸色很难看啊，他们就进一步说，为什么啊物为物是众生，是烦恼啊，没有心量。我说本来就这样，务必要有心，心就是能量，
物的能量就是心，所以心物要合一，不是只有物物而已，也不是只有心心而已，心中有物，物中也有心，但是物中的心是非常狭隘的，没有空间的，所以没有空间的物物就产生了贪嗔痴啊。那么这些观念们他说，那我懂了，那物务必要有心，那我说你开悟了。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心物的合一，你要把物与物之间的距离拉长，里面才有空间，才有心。但是物物你拉长，物就没有办法成体啊，这没有办法成体，里面物与物的细胞中间也有心，就是能量。所以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的真理，世界人类是公认的真理啊。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修心啊，为什么要修心？就让人与物之间都空间，你要留一些空间，你才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尊严和庄严，人与物之间的可贵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。你只有有空间才有心，有心才会体会到亲情的宝贵。所以现在王禅老祖一直提醒我们要提倡天下一家亲，而不是只有两岸一家亲，天下天下一家亲就是心，无限空间心的心量。所以希望各位十方善诸士们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心，你要找到心，要从爱开始，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亲人，爱你的团队，爱你的国家，爱你的公司与事业，爱地球上64亿人。那么本为心圣教，从立教以来，我们都以心来包容整个的地球宇宙虚空的一切众生。所以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消灾化解，消灾化解，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度，哪一个地球的哪一方，大家都是一家亲。我们在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，但是台湾人民宗教万教齐发，都已经展露出新的爱、新的慈悲与包容。唯心贤士同修，王禅老祖开示的《安心真经》，谈心谈道，
切莫离心啊！你要谈心谈道，你不要离开这个空间。你有空间，人与人之间就会有爱。人与人之间没有空间，我们变得会短视，就会正面冲突。尤其名与利相逼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空间，就是没有心。没有心就是没有空间，也没有距离，而没有办法相互的珍惜对方。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，他当官嘛，他到仙佛寺来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他好多年来他的成绩都是甲等，为什么每一次升官都没有他的份？”他好伤心哦，好，对国家的制度非常的伤心。我看一看啊，因为你在过去为人处事，你有能量有能力，但是对你的同事之间的表达方式不得人和啊，你对长官你的谏言不是用谏言，直接用批斗，换成你的立场，你的部下啊，虽然很有这个智慧，但是都是用批斗的时候，你能生他吗？这位先生关联的愣了一下子，那我知道了，将心比心。所以心将心比心，中间一个叫做天心，而且心呢，一般就是你和你身边周围的人，身边周围的人若是你的表达方式、言行、举止啊，没有伦理的时候，啊，你每升上去，变成这个团队就一大负担，就是你的心量太小，太狭隘了，所以你的长官没有办法升你。这就是天心不容，好，所以这个官员呢，跪下来了，好好大哭。我想你在老祖前面哭一下好了，哭过了之后，他可能师父错了。我过去的用念头，不是用心，用念。念就是没有距离，念就是直接冲突啊，没有距离与直接冲突呢，就是反作用力都来了啊，变成没有这个啊动力，所以你没有动力，你这个团队。有你这样一位官员都是很棘手的，又不能把你辞掉，你是考试及格了，算你考试100分，做人还不到50分，你就是没有心。你的心败在哪里？败在你的口，你的念和口是最近，心
还有一段距离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用念头在你的口直接表达出来，啪，就不给人家面子，不给人立场，不给人空间。在你谈了更多的理论都是假的，这叫做相由心生。所以今天考试考核甲等，但是你的做人是丙等丁等啊，所以这些观念呢，回去了将近三年没有来，三年过后又到宣武寺来了。啊，那时候来是一个感恩王禅老祖给他心和念，过去都用念头，念头在眼睛所看到了最近，耳朵所听到了在里面是念，口也在这里最近，鼻子也在这离这里是念是最近，把这个一段距离心田在下面。所以一般人都是用你假想敌，用你的想象啊，为了面子，即使错误了，死也要狡辩回来。这种人最可怜呢，错就错了，面对现实，勇于认错嘛，结果狡辩也没有用。所以这位先生啊，三年后他升了，升到这个单位的处长了。所以三年内他一直在反省，一直在忏悔，在检讨啊，从心去反省，把空间拉远了啊，拉远了你就会客观，返回来就反观自照啊，我们过去的行为啊，做人处事，你才有空间嘛。所以这个都叫心，所以我们要谈心谈道，绝对不能离心，离开距离只有念，所以念和心有一段距离耶。哦，所以这位先生他悟了啦。好，后来呢啊，这位先生退休之后也到宣佛寺来向老祖感恩，说他一生最宝贵就是这一段时间，他心非常和谐，非常宁静啊，再没有像以前的用念头去恨一个人，用念头直接去对峙一个人，用念头来诽谤一个人，从来没有去反观自照，反省自己的缺点。这种人世间很多，这种人是最可怜的人，因为他不了解灵性，不了解修口修心，然后才能养自己的灵啊，灵你安了心就安嘛，心安灵才会安定，灵光显现啊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安心真经开示我们切莫离心，这个离心呢
啊，这个心就是客观。我们谈心谈道，一定要客观。你不客观啊，就是用念头一头栽进去。所以社会上啊，我们百态一直在发生，我们没有悟到心的真实意。一般的我们都用我们的念头叫做心，想象各种的方法要害人，想各种的奸诈你要来伤人，结果奸诈狡诈啊，奸计是一个小尘埃啊，有如我们背后这么宽的一个小尘埃而已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所以用奸诈狡诈不实在的行为啊，很快就消失在这个空间，那叫做离心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心，要用有包容，先认清我们的心有多大，像宇宙虚空这么大，那地球上地球是你心中的一个小尘埃，那么人在地球上又有更小的尘埃，比细菌还小呢。所以一个人用狡诈奸诈的方式是最可怜的众生啊，我们人生就白走了。当然有一天三寸气断了，一直用头脑执着在黑暗的地狱空间，当然啦，啊，就坠入黑暗地狱了嘛。所以我一直告诉我们十方善信大德有缘人，我们一定要学习上天的宽广。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我们的八位老师，这前队离阵训坎耿坤，王禅老祖所掌的这个八卦，前队离阵训坎耿坤乾为天，早上起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天那么宽广，那就是我们的心的啦。我们要学习天的包容，不要像尘埃细菌毛毛虫啊，像细菌这样的思维的微生物，他永远见不到心。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心嘛。啊，曾经有人问我说，张老师啊，你谈道谈这么久了，你的师承老师是哪一位？然后我的老师是天。天的哪一位？王禅老祖、诸佛菩萨都是我的老师。他们的成就，他们的心的包容都是天，所以叫做替天行道，代天巡守世间啊。所以我的老师都是就是天啊。他说你没有啊一些特别的老师跟你受记吗？我说天跟我受记就好了，天是最大公无私的，人跟我受记他还有陋习呢，
他的心量不一定有天这么大的心呢，来为我受祭。那么我就用我的心与天心来合而为一，那我就自我受祭。我学习天的宽广和包容，对，就是湖海也啊，大海、湖海、沼泽啊，能让所有一切众生在沼泽中生存，那我就学习八卦的对卦，沼泽、大海的心量，来容受一切万生万物，放在我心中。离卦就是太阳，一片的光明天。啊，所有微生物它有细胞，微生物的细胞也有微存的光，那都是老师。尤其太阳更是我的老师啊，是我的书真。我学习太阳一直普照的，将我的心能爱能普照就尽量的普照给大地，来关怀大地，关怀众生。所以太阳他的心是非常宽广，但也只有太阳系里面这个太阳它的光那么大，但是天无尽的虚空比太阳还大。所以我常常学习天的伟大。那么这一位大师呢，听一下，听了点头，是的，天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老师，而湖海也是我们的老师，太阳也是我们的老师，一片光明天都是我们的老师。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我没有这个资格来为你们受祭，但是我可以提供各位十方善知识。好，我们要时时从知恩、感恩、报恩开始，知道天地之恩让我们来这里生存，知道山河大地让我们有一席之地可以站立足之地，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最大的老师。所以王禅老祖所讲的八卦，这都是我的老师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都是我的老师，我相信也是各位的老师。若是各位能够悟到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他的殊胜心法的时候，那你即是印心的啦。所以我们修道谈道绝对不能离心，不能离开这个空间里面的万生万物它的存在的价值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我们的心是无限的宽广，心有如虚空那么大，虚空之中有什么东西呢？万生万物，看得到的山河大地以外，看不到的微尘世界的细菌、
灵魂界的神圣都在心中。所以我们要谈到，要谈心，绝对不可能离开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八卦。所以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所以我们修道首先要有天的心量和宽广，对沼泽海的雅量，离卦日光太阳啊，它的洗手，我们要学习太阳的啊，它的光一直普照的所有万生万物，才有一句叫做佛光普照。在甲午年乙未年，伊波拉病毒消灾化解，本文先圣教所有法师们带领的所有贤士同修，大家一起诵经共诵1129万部啊，诸经来回向给空界，转化为佛光普照，消灾化解。所以伊波拉病毒在疫季的时间，乙未年的3月22日，王禅老祖圣诞护国息灾水陆法会深谈那一天就解除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，你们体悟到心，就是有如太阳。所以我就送了，凡是1000部以上的，我送上一张啊，民国82年，我所写了一张佛光普照。啊，这佛光普照就是太阳光，用太阳的光才能将细菌微尘化为无形。这就是爱，上帝的爱，神的爱，佛的爱，啊，转化到我们的心，心呢就用我们的口，你来念经、诵经，你就会表达出你的心的爱，有如太阳光的佛光普照。再来震卦，乾兑离震是为山，是阴生，阴生所有的阴生都在唤醒我们的觉性。当我们冷静下来，静心在听，地球在转，虚空的空气在对流，这个声音都是我们的老师，有如佛经所开示的出广长舌相，不厌其烦的为众生说法，就是音声嘛，就是雷。所以正为雷就声音，那我们善用我们的口讲出心的真实意。所以我们心里有什么，有天，心中有大海沼泽，心中有太阳之光，心中有雷的声音啊，还有法音先流。尤其我们所有的学校老师，从幼稚园老师到大学的老师，你们就是啊，这上天诸佛菩萨的化身，用你们的口来说出利益啊众生大众生存的
依归和智慧，引导众生来转入和谐平安的人生。所以要善用我们的声音，不要用我们的声音来制造很多不切实际的是是非非。尤其2016年选举到了啊，很多人没有智慧，用自己的口的声音制造很多不切实际的妖言惑众、诽谤，这种人都不是人类的依归，不是善人，也会善有啊，也不是活菩萨的在世，而是众生魔界来扰乱民心呐、啊。所以我们选举到了，哪一个是代表台湾人民的尊严？啊，哪一位是代表台湾人民你们各地区的人格，代表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格啊，地方的民俗善良的一面，这都是阴生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世间的所有是是非非都是我们的老师，但是让众生起烦恼的啊，你就要有所选择啊，你也不能说他不对，因为你的业障，你会听到他这一些是是非非扰乱你们的心的，那是你们的业力显现。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来判断，怎么样的人才能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啊，怎么样的人才能代表你们各县市的四个县格的民意代表，这都是非常重要，这都是正卦为我们的导师啊。所以乾兑离震是我们的导师啊。接下来呢就巽卦啊，巽卦巽为风，风是我们的导师。那么风的真实意在哪里呢？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，所以我们身边处处都是老师，这都是心本来就存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希望各位前世同修们、十方善知识们，记住我们的老师随时围绕在你们的身边，围绕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思想眼睛所看得到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我们的上圣心法的导师啊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安心真经开示了，谈心谈道，切莫离心。那么心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呢？有点点滴滴的，好，一切法界都在我们心中。那有如我们王禅老祖掌中八卦放在心中，这真的告诉我们心中有什么呢？有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有天，有大海沼泽，有日光啊，有阴声，有风。我们心中有风，风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。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我们，
我们人在世间上，山村气在，桥走百里路尽，山寸气断哦，呜呼哀哉。所以我们要感恩风，早上起来我们要感恩还有一口气。这宇宙虚空，风都在我们心中。好，再来呢，看为水，水也在心中。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必须要有水，没有水分，我们在世界上就活不了，我们的身体就活不了。有如非洲国家，风不调雨不顺，国就不太平，就不安。好，五谷杂粮就没有办法生长，当然就变成饥饿。所以我们修行走到最高境界，尤其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，为人类来祈福的教义。那么在今年现在开始鼓励大家要诵经，好，1000部以上。我们现在诵经所祈祷的是什么呢？而祈祷的是世界加持，世界之饥饿与战争消灾化解法会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，这都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心很大，地球都在我们心中，地球上的一方的人民啊，他们没有可以吃，风不调雨不顺，我们在台湾这块宝岛，我们就要修行。我们这么好的一块宝岛圣地啊，我们就要用诵经的功德，仰仗王禅老祖慈悲来转世这个功德啊，消灾化邪啊，让一些国家的饥饿能够消灾化解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和天命呢。所以风与水，风水，那本法门一直在讲风水，但是有人否认我讲的风水，那是领导的事情，你叫事。我讲风水就风水，你不相信风水，你也离不开风水。什么水是正道外道，你不知恩，不知天地之恩，谈什么修行啊？不对啦。啊，艮为山，山河大地的艮为山啊，山在地球上啊，这个山是我们的老师。你看到山，学习心要定，像一座山，如如不动的。山就是阿罗汉的初阶境界。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，我们的心究竟有多大呢？心中也有山啊，也有水啊，也有风，也有天，也有沼泽，也有太阳，也有阴声，也有雷，也有电，那都在我们心中哎。好，接下来到这里，坤为大地，大地。好，坤为大地，也都在我们心中，所以我们的心要学大地那么宽广的包容。好，所以这总称为心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说，那师傅啊，老师啊，啊，你的老师是这个自然界的，就是你的老师。我说对，你对自然界没有一点感恩，你拜再多的老师都假的啦，妄念妄想，没有心，
你不了解心，所以王禅老祖八卦，掌中八卦就是我们的心了啦。你心中有什么？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有八卦，山河大地、宇宙虚空的空气、水、光、风、水、光，都是我们的心嘛。所以各位同修们，你要谈心谈道的人多得不得了，但是呢，切莫离心，离开心中的所有万生万物，那你就是外道。啊，你只在自说，哎呀，这个老师很出名，拜那个老师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位老师？啊，他的心里面所包容的是什么？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，你要谈道绝对不要离心。那么我们心中有这么多的万生万物，要学习知恩、感恩和报恩，要惜缘，珍惜这个缘，珍惜这个情，要珍惜这个福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你要谈心谈道，谈了那么多的心和道，但是一点感恩山河大地的观念思维都没有的时候，谈什么道？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就要先感恩天，感恩光，感恩风，感恩水，啊，感恩所有一切心中所包容的，心中所包容的地球上的万生万物都在我们心中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心有这么大了，我们就不要时时与众生计较了。你跟众生计较，那就是你念头的计较，一无是处。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，本着心里面还存在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山河大地、宇宙虚空，一切的万生万物都在我们的心，那叫做天心妙莲台。祝福各位。